他问了小雨姐，小雨姐在里面看了，本来早起上班就不高兴，还看到这两个，说你好。来，服务员问的。剪刀石头布，我是说我不参加。你们俩是不是有暗号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两个是不是隔很近？我们大太空哎。他大你哪里？是啊。其实我都看了。他做太有趣了。台湾人。找乱编，哎，你不能要一直开始这样讲话，讲话都已经有腔了嘞。就是发现有这个问题啊，那我就开始卷舌嘛。那今天这些就是 run 一 run。我小说这个其实很不用卷舌的，有点刻意的。你已经卷到那个小舌头了，他已经把扁桃给遮住了。你那个是大舌头。太热了，怎么说？太热了。对吧？有卷舌吧？你就是卷舌，饮料怎么还没来呀？你说一下这个。老农。老农。恼怒。老农。恼怒。闹老农。闹老农。牛奶奶。牛奶奶。牛啊牛。牛奶奶。牛奶奶打奶牛。打奶牛。牛奶奶打奶牛，奶牛挤牛奶。牛奶奶打奶牛，奶牛挤牛奶。是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缺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缺。这样说话。陈老师，刺猬啊。我们在模仿他，刺猬小子嘛，刺猬啊。对啊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小上海，我本人就是一个笑话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